日本美少女游戏厂商 Yuzu Soft 旗下的全联名品牌首部作品 Parkade 在手机平台上架喽。游戏支援繁体中文，目前在商店提供免费下载，可以试玩序章以及部分第一章的故事。在游戏的世界中，人类对大脑的研究已经相当先进，读取他人记忆这种事对人们已经是家常便饭。而主角是一位在竞技研究中制作出来的人造人，拥有各方面专业知识，却没有属于自己的记忆。虽然一开始只会对命令言听计从，不过却逐渐衍生出不同想法，想到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。但是不谙世事的主角遇到了各种困难，此时他邂逅了两位对他伸出援手的女孩，而游戏的故事就围绕在他们身上展开。剧情中除了会穿插 CG 图之外，在比较轻松搞笑的桥段也会以生动可爱的 Q 版插画来呈现。游戏的试玩会在比较吊人胃口的地方结束，两位女主角身上似乎也藏有什么秘密，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购买完整版继续玩下去哦。